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悄悄我找来了谁？我找来一个黄头小鬼陪我一起来玩 Minecraf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哥。今天我来跟雀巢一起来玩 Murder Mystery。开始了。雀巢，怎么了？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干嘛？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老大哥啊？过来！如果你听到那个咚咚咚，然后附近的人没有拿出刀子的话，就代表他们都是好人。没错，因为咚咚咚出现的话，就代表他有人在杀人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去收集黄金好了。啊，这个人是怎样？他躲在水里面。我看到凶手了，白色衣服的人。白色衣服是他吗？他刚刚是不是手上拿着刀啊？我来当你的诱惑好了，我来当你的诱饵。如果他是的话，来，是，我感觉他了，是不是？在大厅里面的时候，他会说你当杀手的几率是多少 percent 哎、欸？我看到你了。哦，嗨，这个是博物馆是不是？你看，他跟我说这个是地狱，这有点像是展场，然后这个是中介，好可爱。等等，他拿着剑，快逃啊！快跑！你刚刚有看到是谁吗？有，可是你，我只看到他拿着剑，我就吓得赶快跑。OK， 现在我得到了一个哦，是不是在后面啊？后面应该没有再追来了。想，那我往左边看一下左边。好，现在幸存者还剩下十位，你可以告诉我谁比较像是嫌疑犯吗？是他吗？不是他，你刚看到的是，明明就是他。错了，对不起 ，sorry。他不是杀手啦，然后过去给他一个抱抱。啊哦，我喜欢新的地图，你可以买东西，就是打开一些路。这好像那个，好像 Call of Duty 的 Zombie Mode 哦。我现在是无辜的。哦，我也是，真的、啊、真的吗？是啊，3%也是会中的、哦，真的啦。好，我们先来找一下对方吧，顺便收集一下金锭。开场就会杀人，谁啊？蛮凶的，小心一点。我现在不想靠近你啊。皮卡丘，没有，皮卡丘不是，皮卡丘不是。哎、欸、呀，我看到上面有金锭，可是卡在上面。我们可以出去吗？好像可以出去、欸。出去看看。不行，我们现在被困在博物馆里面、欸，哎，好酷哦、喔。等一下，你后面那个是什么？是杀手吗？应该不是，我刚，他刚刚没杀我，他刚刚没砍我。OK，good。秘密通道打开了，可是不重要。你看上面有人躲在上面呢，他怎么上去的？哎，金锭，先捡在，被你捡走了，对，被我捡走了。我现在只有两颗，这边有三颗，四颗。这里可以爬上去哦，它其实可以躲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时间到也赢。可是现在新的改版0.2 version 的时候，杀手好像会拿到指南针，他可以知道人藏在哪里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！等一下，那皮卡丘，朝我冲过来。不是皮卡丘。好，你这句话我就等一下。怎么了？等一下，那只皮卡丘手上拿的是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他是？等一下。哇，他是杀手啦！你又在抢我抢不是皮卡丘？不是啊，刚才我看到他没砍我啊，他没砍我，就是皮卡丘啦，我把影片剪出来给他看，他真的没砍我。你看杀手的眼光真的是很糟，真的是糟到爆炸。哎呦，而是他刚才真的没砍我，那个皮卡丘真的，他朝我冲过来，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应该不是，不然他应该会砍我才对。我偷偷看一下皮卡丘在哪。嗯，别说，其实我对射击游戏的资历还算哦，哎、oh. 欸，剩下你了。我对射击游戏的资历还蛮丰富的，所以我对自己的射击方面其实还蛮有信心的。嗯、所以他等一下一怪不到0.1秒就把他射死了。喂，你这个很烂哎、欸！你这是哇，眼睛是真超烂，真超烂，你真的超级烂哎、欸！Michael， 我觉得他那个射击的那个方面，他其实做的跟其他游戏什么屁话？那这样子，这个神秘通道怎么打开啊？应该是时间到了之后他才会打开吧。哦，我可以点火哎、欸！我来。喂，没开啊？没开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还是哦？楼下的是不是也要开他才会开？哦，
就倒就倒就倒，现在大杀大杀特杀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先捡金锭再说，先捡金锭。对对对啊，顺带一提啊，你如果有十个金锭，然后你其实只会有一发弓箭 ，You got only one chance。就像我刚才一样，我想说是不是可以捡起来，结果没有。前面，我看到白色衣服，白色衣服，雀巢快来！这门什么时候才开啊？我要躲旁边，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发现我。可是雀巢这里是死路哎、欸，躲门口就对了。他、啊、等下发现你没有？你看我躲在，这样有用吗？我是凶手，我早就发现你了。真的吗？不扯了，凶手来了，凶手来了！你看，你看他，我发现。快逃啊，雀巢！他没发现我 ，Oh my god， 我活下来了！啊，是不是我帮你带开了他？哇，天哪！你该收集金锭，快快快！七颗，八颗，哎，剩两根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需要两颗，再剩个两颗就好，应该还不会这么快的收到你，我去看他一下他的情况。这边还有一颗，九颗了。好紧张！好惨！哇！就懂吗？对，十颗！你左边，往左侧走！哇！我左边射中！你的箭怎么没有射出去呢？我还想说这超帅的，好想当凶手。你这句话超级奇怪哦！哦，我真的很想当凶，你不觉得就是这种？只有一个雀巢，我认识你这么久了，我等一下第一个拿到弓就射你。我说当好人的感觉很爽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哎、欸，这可以开那个机关的、欸、哦，要一块钱才能开那个机关。哎、欸，你小心哦，现在里面很多人。我想要花一块钱把平民害死。我不要不要，那你要开的时候跟我讲一下。在哪里有那个啊？我怎么都还没，好像还没有看到金币耶、欸！哦，有，里面有几个？哎、欸，我好多好多，哎、欸，好多超多！你不要再装了、哦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，我就知道你是凶手了。不是我，真的。你在装？真的装啊！我从小看你看到大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. ！我看你嗷嗷待哺。哎呦，这还有地牢哎、欸，好酷的地图哦！你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在偷偷装凶手啊？你也过分哦！对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不会告诉你我在哪里啦。哦，掉下去会死掉哎、欸！我给你一个忠告啊，这个是要杀人要快啊，这有时间限制的啊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真的没有一次当过凶手。你刚刚那个就是说我好想当凶手，那个句子就很奇怪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重新 replay 再听一次。我想当凶手，对啊，我这次没有当上凶手，很可惜啊。我是这个意思的。哎，我有功了，我要很小心哦。你是几没有箭的吧？哎、欸，是不是那个雷姆啊？不是。雀巢正在努力的演戏当中。不对啊，可是你在哪里？你不要一直好奇我在哪里啊！啊！你走开！对。不要追着我！快，别急！我就跟你讲，我是平民啊！不是，那你干嘛？为什么要跑？你看到我就跑，我拿着弓了，拜托！我刚没有看到你拿弓啊，吓死我了！是无辜的，真的，大家是无辜的，要真的这样就好了。要是真的这样子就好了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吗？对啦，哦，黑衣服，哎呦，我看到了啊！你，这是你的弓吗？我捡到了，我帮你报仇。那我是不是？对，我帮你报仇。来，我看到黑衣服，我现在正在追。你在追吗？对，他进到一个小房间里面，然后又出来了。哇！哎，我杀错人了。对不起，因为你也是穿黑衣服的。没事啊，我射错人了。完蛋，还现在守着弓，你知道吗？这两个人根本长一模一样哦。刚刚那两个，雀
太差。这一次一样交给哥哥来保护你，这已经是我第几次当侦探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真的吗？又是侦探，又是侦探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我秀出黄金给你看嘛，我去大厅等你好了，好不好？这里活像是个迷宫一样，杀手还没有开杀哎、欸，还没有开杀是吗？哎、欸，我迷路到快要收集到十个黄金了啦。我想要弄传送门，好想要用。去啊，何不呢？大厅现在很多人，我到大厅，我到大厅，会不会他就在大厅，所以他才不敢下手啊？我也觉得，谁会是凶手呢？我看到你了，你先秀出你的功，你先秀出你的功。哎呀，不需要秀、哦，你相不相信我？快点啊，你不要废话了，秀出你的功，是不是就能？我刚不要，你过来吧，是不是？相信我，秀出你的功，我才要相信你。好了，你转头嘛，你转头看我一眼嘛，雀巢。不要。好了，这里。有看到。谁是杀手？你要动你什么？早点笑，我就不会这么紧张了嘛。杀手在哪里啊？没看到他人。不是那个黑色在笑的。都不在这个大厅，这个大厅也不是后面那个战队。快跑！我不太对劲。为什么刚才大厅人怎么越来越不？对，刚刚那个一个平民，他拿着弓杀了另外一个人，他杀错人了。谁这么蠢？等一下，我现在还在大厅，你现在人呢？我现在也还在大厅，我要爬上梯子，我觉得爬上梯子最安全。真的吗？我要在下面跟他缠斗。身为一个侦探的我，你会不会去试？不是他，应该吧？是吗？对哦，你看人的眼光真的很糟。他让你背后早就砍你，我是他早就砍你了，应该不是他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来，我在上方帮你勘察，看一下上空。好，果然是我的好华生，没错，是那个紫色衣服的、啊。不是，他没套刀，他现在走到二楼，会不会是这个黑色？不对，等一下，我看他，你过来我就跳。哦，没有，他没有要干嘛？退了吗？他退了 ，OK。我觉得他心虚哎，我觉得他就是心虚啊。会不会他在迷宫里面迷路啊？又杀人了，所以不是这个蓝色，不是这个狐狸，不是你，对，也不是我，对，哎，五个了，这样就五个，一二三四，不对，这就是刚刚那个出去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在场的只有四个人而已，还有一个，如果是他的话，到底是谁啊？剩六十秒，再撑六十秒就行了。出去有一个人啊，你刚才有看到，就是刚才上来看我的紫色上二楼，哎，就是这个吗？对，我瞄准他喽，华瑟喽，哇，不是。哇！是不是？果然是我的好华生。哇！机长。耶！哇，死个！哇，你一个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会看人还是不会看人嘞、欸。我对你的评价很两极。啊，无辜的。你怎么慢了几秒钟？没有啊。哦。你平常一进来就开始大叫，怎么又是无辜的？今天怎么这样子？没有好。你在哪里啊？你看，不是，我你何时这么在意我的动向啊？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你平常都没有在关心我，怎么开始说你在哪里了？没有，我哪里都不在。我发现这张地图在大厅，杀手真的很容易被杀。真的，所以我们去大厅好，尽量装的好人一点，就像我这样子，就像你这个样子。哎、欸，好了、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好，我去大厅。有人说他是杀手、欸，真假的？他说 I am the murderer、欸。哇，杀手都没有杀人哎、欸，对啊，是不是你啊？不是我的、欸。好多人哦，完全没有杀手，会不会是我、啊？我想去传送门传送一下，我要进去喽。好啊。好，我看你来。喂，哎，哦，酷啊，超酷的，我跟你一起过来了。哇，就是你啊！靠北！哎呀，你怎么这么轻易的就撞了我的技能呢？怎么又是？好烦哦！平民，你该不会是凶手吧？不是吧？你看，有声音，没有我。
好，这边有马呀，好酷啊！我要去玩那个陷阱，我们分开。好，收集黄金。哦，欸、听见了吗？哦，谁？陷阱。噔，机关的声音哎。黄金吗？收集到好多黄金啊、哦，六个。为什么你那么快？你知道？七个黄金，每次都被你抢走。哇！哇！凶手超杀，好凶，好凶！哦，小猪后面有黄金，大家都在那个大厅哎，就是没有九个黄金了，九个黄金了，收集超多的，大家都在大厅哦，几乎很超多人在大厅的，剩下六个幸存者，你们是都把自己玩死了是不是啊？玩陷阱玩死了是吗？对啊。欸、嗯，大厅怎么走啊？觉得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他叫什么？另外一个主角叫什么？另外一个主角，雷姆、欧姆、拉姆。不，卖快了，卖快了。史蒂夫、威尔森、派克星、派克星，不是，那个叫什么？被陷阱，谁？剩下四个幸存者，谁是凶手啊？谁是凶手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凶手，会不会从头到尾都不是凶手杀的、啊？应该剩四个，然后在场，你死了、哦，我还活着、啊。很有趣的是，我找不到大厅。一，大厅要怎么找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不是、啊，我看到了。为什么剩四个？然后，哦，是不是凶手也在一起玩啊？对，凶手在一起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凶手！我才不是呢！你就是凶手！哦，天哪，你怎么这么奸诈呢？天哪！哇！警察，真的！救我！上面有陷阱啊！哇！我以为只有下面有哎、欸！哦，上面有一个拉杆啦！哦，天哪！啊！你刚刚看到我很帅的这边丢剑，然后直接把这个家伙干掉吗？走下去干嘛？你走下去干嘛？不是啊！啊，老头，对，老爷爷弹钢琴哦，侦探哦，你看这个沙很大哎，这个有点不太妙，是在大厅吗？是在大厅？不是，应该是在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走丢了，你在哪？哎、欸，在这、啊、我这边前面出去之后就是大厅的，看一下。你觉得谁像凶手？来，我来看看。我七个金锭了，八个金锭。我觉得前面那个冲过来的就是……我看到了，八个。你死了吗？还没。哦，死了！为什么每次都不先杀你，而是杀我呢 ？Yes， 射中了，射中了嘞 ！Yeah， 大厅见。哦，大厅见，我已经在大厅了。嗯，我在大都等你。有人已经在玩那个机关了，这么快，他杀太大了吧，太可怕了吧！你为什么一直不讲话？你刚杀人的时候都不讲话哎、欸？没有啦，我在往大厅的路往哪里走啊？刚声音一直出现，你都不讲话哎、欸，是不是就是你？我超吓的好不好？你怎么杀这么大、啊？等一下。有头发的，你看你又不讲话，一定就是不是我。你平常都会讲一大堆屁话，可是你现在没有。我想要过去。这样，你不要乱哦，我真的要过去。你误伤，我会干掉你哦，真的不要干掉我。我没有功啊。就是草。好，幸好你没有按下去，我还以为你很想按下去、欸。吓我。就是你，不是我啦。那为什么刚才你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，就是你，就是你跟我的是吗？你要跟我距离20公尺以上。好啦，好烦、喔。等下你，就跟你讲是石头了哈、喔。有问题啊你？就跟你讲是石头了。你刚刚走进去那个人就死掉了哎、欸。你一定是凶手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我不是凶手啦，不要再装了。你为什么不是？我从小看你好好待不长大。你为什么一直没被杀？你自己讲清楚。啊！为什么我一直没被杀？你看，剩你了，你自己按 table。哎、欸，真的剩下我跟你耶！你有事情哦。鹊桥，就剩下你和我了。